老哥，啊，我这刚拖了地，你看你能不能把那烟灰弹垃圾桶里去啊？都弹在地上。你这刚扫的地，我这弹了烟灰，你可以再扫啊。啊？你说我这一天到晚的就在家里打扫卫生、带孩子的，哪有那么多事儿？还要洗衣做饭的，这好不容易把地给弄干净一点，你就不能心疼心疼我？你烦不烦啊你？你黄脸婆！这在单位里边，这领导叨叨，这回到家里边又听见你叨叨，真是气死我了。你在单位里受了委屈，你就回来就把气撒到我身上是吧？我这一天到晚的也不欠你的，好不好？这我每天在外面辛苦的工作，你在家里边就打扫个家务，能累着你吗？行了，烦人，我出去吃，不在家吃了。老公。这吵吵什么了？七月，怎么了？看赵斌，他回来刚搞卫生，他蹭了点烟灰，我说了他两句，他也不高兴了，生气了，说不在家吃饭了。这个臭小子惯上那臭毛病，走他走，别管他，走，咱们去吃饭。行吧，不吃，还反拦他了，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这他俩倒霉。这在单位里面啊，我这么辛勤的工作，这老板啊就是看不顺我，还想把我给炒了，真是气死我！七月回来了，做饭了吗？啊，你还没吃饭呀？你怎么在这个闲着？你在家里边什么也不干，挺舒服的你。我这忙了一天了，刚往这坐一会儿，我也不知道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呀。这我在外面忙了一天了，累都累死了，你现在在这闲着，你还说这说那的，你想干什么？还想不想过啊你？你这怎么了今天？这上个班回来吃了枪子啊，回来就这么冲。我这样怎么了？你还学会顶嘴了？啊？我跟你说，想过就过，不想过不过。我看你还给我滚蛋吧，我们离婚。我这么多年为这个家辛辛苦苦的，你说跟我离婚就离婚是吧？你说我要你干什么？你赶快给我走，走！看见你就烦，赶紧走，走，赶紧给我走。赵斌，我不走。赵斌，你干嘛呀？我要你干什么啊？什么也不干，你永远别再回来了，赶紧给我滚！这我老公这两天也不知道咋了，天天回来都找事儿。那七月，这怎么了？妈，怎么了呀，孩子？赵斌他把我赶出来了，还要跟我离婚。什么？赵斌要和你离婚？嗯。走，回家，我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来，孩子，走。赵斌，快点，我出来。干啥，妈？妈。我问你，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造反啊！你是不是想造反？妈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。我为什么打你？我打你啊，是你活该。我为什么打你？你为什么要跟七月离婚呀？啊？七月多好的媳妇儿啊，在我们这个家这么多年，辛辛苦苦、兢兢业业，全部都是为这个家操碎了心，你还和她离婚？你还有一点良心吗你？妈，你带她回来干什么？我不想和她过了，你还是让她走吧。要走也是你走，她是我儿媳妇儿，我绝对不让她同意，她让她走的。看你干的叫什么事啊？七月对你不好吗？对我们这个家不好吗？她有什么错？你非要跟她走？我问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想把妈气死？你别管气，今天我非把这个气给你出出来不可。
我非问他看他想干什么。妈，我们的事你不要管了行不行？我就是不喜欢他了，我就要和他离婚。什么？你不喜欢他了，你非要和他离婚？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？你告诉我，你说。妈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怎么外面有人啊？你还不知道你儿子是什么样的人啊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呀，你不把事情给我说清楚，你哪也不想去，别想给我出去啊！七月啊，他就不走，就在我们家，我看你能怎么地？妈，那既然这样了，你也别发怒，这事情啊，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啊？再有原因，也不能和媳妇离婚，要把说话说开了，不什么就没事没影了吗？来吧，妈，你别生气，走，我们坐上沙发，我跟你说。来，七月。那让妈气死。妈，我在单位里边啊工作勤勤恳恳的，这老板啊怎么也看不顺我，这我心里边啊不是个滋味。妈，其实我对七月这个样是有原因的，我心里边啊实际上挺爱他的。是爱他的？你既然心里有他，你又爱他，你为什么要和他离婚呢？快说。妈，那我跟你说吧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医生，上一次我的检查结果到底怎么样？啊，赵先生，你那个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但是不是很乐观。医生啊，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补救啊？赵先生，您这个病情啊现在很罕见，这个治疗的几率啊不是很大。那行，医生，我知道了，改天我再去找你。行，好，谢谢医生啊。好。什么？孩子呀，你有病，你怎么不跟妈说呀？你就是和七月说，我们一家人把这困难给克服出去，把病看好了不就好了吗？你这个傻孩子呀！是啊，老公，你咋不早说呢？老婆，我这样做还不是怕拖累你吗？还让你为我担心，我把你给赶走啊，我想让你再重新再找回自己的幸福，你跟着我，哎，不会有幸福的。你看我病得这么严重。傻孩子呀，你说什么呢？人家七月是那样的人吗？与你同甘共苦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说这算事吗？这都不是事。是啊，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妈还是了解我的，难道你都不了解我吗？难道我在你眼里就是那种人吗？妈，七月就是因为我太爱你们了，我才这样做的。我就是想让你离开我，想让你过上好的生活，过上自由的生活。七月，你还是离开我吧。赵斌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将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管你发生什么，我都会陪着你，不会离开你的。你听听啊，儿子，你别有什么心理负担，这七月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你上哪去找去啊？别再想了，好吧，孩子，你听妈的话。七月，你说我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你还跟着我，你干什么啊？你也得不到什么幸福，你还要为我担心，还要为我吃苦，哎，我真是心里边啊，放不下这个心结。七月，你看我儿子呀，他这心里啊都这样了，还在为我们着想。你说赵斌，你现在身体这样，最需要我照顾的时候，我怎么会离开你呢？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会陪着你，然后陪你把病一起治好。孩子呀，别再多想了，现在呀咱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病看好。七月，这刚才我那样对你，你不生我的气吧？
我不生你的气，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你也是为我好，以后我们都好好的。妈，我们还是早点去把赵斌的病给看好吧。行，这就对了嘛，我们啊就是一家人，别说两家话。这谁给你亲啊？还是你媳妇儿妈给你亲，你知道了吗？下回有什么事啊，一定要给我们商量商量，不要自己一个人扛着。行，妈，七月，既然你们这样对我，我一定会好好配合医生，把自己的病啊早一点治好。那行，就咱走吧，赶紧去医院。那走吧。走